咁就即係你冇得參選之後，又有冇人同你講嘢啊？我嗱話咗你噶啦，叫你唔好選嘅啦，你又選，有冇人走嚟嘈啊？又暫時又未有話嘈嘅，都未有話嘈嘅，你繼續努力啦，做下地區嘢啊，咁樣嗰啲咯。有冇人嘗試叫你話？你民主黨都係接埋佢啦，你都係冇希望噶啦，喺香港。有聽過呢啲。有啊。有聽過嘅，但係我到現時我自己個人，我不認為民主黨係要解散嘅，即係我仍然覺得市民係有支持我哋啦。首先佢哋有支持我哋啦，只可以喺街站攞提名，你都見到有好多街坊自己過嚟，即係我哋喺其他嘅候選人包圍之下，仍然有街坊突破重圍嚟提名我嘅。咁所以其實市民係對我哋民主黨嘅地區工作有信心，係認同我哋過去嘅，係對我哋過往嘅工作嘅肯定嚟嘅。咁所以而家暫時呢一刻，我仍然係即係我自己仍然覺得民主黨係可以繼續行落去，但係喺資源緊絕之下，我哋就要去諗下究竟應該點樣行之後嘅路啦。咁你哋有冇分析過係咪即係中央政府係唔想民主黨去選啦，抑或係本地佢哋嗰啲唔想？因為有啲人就話：喂，大佬佢自己都唔夠分嚇，佢都幾度到咁多個，仲點俾你兼埋落去啊？你阻住人發達，咁你哋自己有冇分析過係咩形勢咧？我哋自己嘅分析就係冇中央嗰啲嘅好明確嘅指示啦，即係我哋係冇收到好明確嘅指示，你一定話要解散啦，一定係冇得立足啦喺香港，暫時又我未收到喎。